然后我是阿郭老师，这期我给大家测的是五九七四十三西瓜。十三西瓜，这个好大啊，这个瓜。这个大大了，这个有二十斤哦。有，我感觉有。太大了。我来看摘出来。搞出来吗？嗯。我去，而且三兄弟，你看。一层三个瓜。不是一层，就两层嘛。两层三个瓜，那个大的是单层还是双层上面的？单层的。就是一层一瓜有那么大。我真的没见过那么大西瓜，又大又圆，吓人了，又大又圆。我们来称一称它，哇，这个太大了，我感觉有二十多斤。这是多少？超过了，它已经不显示了，不显示超过了，应该是超过这个它的称重范围了。来，我们把它杀掉吧。好，这么大的瓜，搬不动，太夸张了，会炸吗？不会。我看种子分类图皮挺厚的。哇、哦，脆哇、哦，非常脆，确实有点厚，皮厚啊！哎呦我去嘞！我这皮，我不想发表意见了，我太精彩了，这个感觉还没熟，是没熟，熟了，这已经过了好多天了。哇、哦，来，我们来尝尝它。先测一下甜度哈。哇，这个西瓜皮厚的，我的天哪！第一次见那么厚皮，这个就是古代西瓜嘛，老品种了，就是皮厚啊，没有经过这个选育过的。皮是有点厚。测下甜度啊，看上去不好看，说明好吃呢，对吧？但是它香气还可以。二点，不是2.0哦。嗯。7.5啊，凑合事儿。吃少一点，今天吃太多了。哦、我知道了啊，这个西瓜是吃皮的，上面吃皮的是吧？你爱吃炒西瓜皮吗？你拿这个，我靠！这个，来，干一个。不好吃。它的味道跟它的皮一样，有点粗犷。很粗，那个肉里面鲜味感很强，啊，有点酸。嗯，对，说实话，这口感真的跟小的是没法比哈。对，但是你要想种一个大西瓜，你也可以试试种一个、猎奇是吧？嗯、猎奇品种不好吃，这个不是很好吃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不是很好吃。打分啊？这打分吗？就拿这么大的话，也给个4.0分哦。4.0吧。好，下期再见。好，拜拜。确实不好吃。确实一般。